OK 各位，我来了。今天是重音感，重意感十足。这等下换个音乐好，换个音乐。等一下，今天这音乐好像不太搭。OK， 你们准备好了没？哎，英宏，你等一下要不要上来？我等一下来讲一下游戏规则。等我一下，我先找个音乐，音乐很重要。音乐很重要。我现在讲一个游戏规则。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玩，就是。开个灯，开个灯。OK。好，我先讲游戏规则，就是。其实你们要知道，我为了今天这个东西啊，我准备了好久。我认真准备很久。等一下，你看。我还打了这么多东西，其实也没有很多啦，反正就是大概讲一下今天游戏怎么进行。游戏进行呢，其实非常简单，游戏进行非常简单。今天呢，就是我们要取一个淘汰制。淘汰制是什么意思？就是我等一下要邀请，我想一下，大概十个人，我等一下邀请大概十个人上来跟我就是讲话，然后十个人呢。我会先邀一个，然后我先邀上来的这个呢，他要先讲，就是他小时候发生了什么故事，就是好笑的。像我上礼拜开直播的时候，我讲说好笑的。然后如果我觉得够好笑，他就可以留下来。Winner stays， 就是我们是玩 Winner stays 的游戏制。然后他留下来之后呢，我会再邀下一个人上来。然后下一个人上来呢，这两个人就要 PK。比如说，好，我现在看到雅轩嘛，我等一下邀雅轩上来。然后如果雅轩讲一个，就是他可能在工作或者小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很好笑的话，我笑了，哈哈哈，好笑，我觉得好笑，然后我就会把他留下来。留下来之后，我邀另外一个人上来，比如说 Queenie 好了，比如说他们两个人，然后他们两个就要 PK， 跟对方各讲一个故事，然后谁先笑了，谁就输了，所以他就下去，所以 Winner stays， 然后。Winner stays 呢？如果是说两个人讲了，两个人都没有笑，就是两个人都是那种，就是那种，你懂吗？就是那种蜡像脸，就是都不笑的。那我就会去评断说哪一个人讲的其实会比较好笑，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我会去评断，如果分不出来，我会去评断说谁比较好笑。那谁比较好笑的话，我就会让他留下来。如果不行的话，都不行的话，我就两个人都淘汰。如果说觉得两个人都讲太烂了，我就淘汰，两个人都淘汰，我再邀另外一个上来。然后所以说其实今天比较好笑的是我要让你们两个可能完全不认识的人来让对方笑，其实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玩，就是我想了想之后我发现说这样子的方式感觉会比较好笑，然后所以谁能留到最后他可以问我问题，然后我想就是可以大概问我三个问题，然后我都会打这样子啊。如果太夸张了什么我又不讲，比如说一次表演可以赚多少钱？类似这种我就不会打，因为那个是有，就是有，就是会我经纪人会打电话过来，所以这个就不能打。但是就是如果想问我一些比较生活的问题的话，我就可以回答这样。没有啦，不是小砖头，不是小砖头，不是要讲笑话，是要分享你以前发生好笑的事情。比如说小时候，像我国小的时候，我发生的事情，我上礼拜有讲，就类似那样子。我要你们讲，就是你们自身的经历。然后呢，我先讲一下，就是这是大概的游戏规则，谁留到最后，谁就可以来问我问题。那如果出现双冠军情况的话，那就是六个问题，你们懂意思吗？所以。如果想挖掘我更多的秘密的话，你们最好都要给我很好笑。然后我先大概讲一下，大概的约束啊，就是因为虽然是说分享小时候故事或是以前发生的事情，但是基于说可能有些就是看直播的人，就是年龄可能没有到那么大，你们懂我意思吗？就是可能有13岁的那种，或者14岁，所以我要先讲一下，禁止色情、恶心、侮辱他人或是很暴力的那一种，就是故事。虽然这是你们的故事可能会很好笑，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先避免一下，这是第一个。然后就大概这样子，就是不要色情、恶心、侮辱他人，然后暴力的，就大概这样子。OK 吗？我先如果可以的话，你们就可以按就是那个申请要一起直播了，然后我就可以开始就是今天的这个游戏内容，然后就看那个等一下那个有多少人想要过来上来好了。
我要不要先邀英鸿啊？如果英鸿上来的话，英鸿上来的话，我先看就是他的故事是怎么样，然后给你们先做个比方这样子。我可能会玩个效果，比如说我觉得很好，我觉得 OK OK 哦，不好笑，我可能会这样子，就是 OK OK 不好笑，就是我也可能会耍一下，好不好？我要怎么邀请别人上来？还是我可以直接就是……哦，太久没有跟别人直播了，完蛋了。好，OK，OK，OK， 开始哦，开始哦。你好 ，Hello， 听得到吗？有，等我一下哦。有吗？没问题，等一下，我也要认真哦。我头发把它绑起来了，我也要开始认真了。好，请开你的表演。讲吗？直接讲吗？对啊，你想要分享什么？你再这样子好了。你今天想要分享什么故事？你想要分享就是你以前小时候……哎，先问一下好了，你几岁啊？17。17岁，那你想要分享你以前国小或是国中？就是好笑的事情，还是你想要就是分享就是最近发生什么事情都可以。我应该是我小时候的。好，小时候的 ，OK， 好，开始。就是我小时候的时候，然后我跟我家人他们去。嗯、等一下，我同学一直传讯息给我，然后我就是我朋友，不是我跟我家人去。我跟我家人然后一起去、嗯、去玩，然后那是小时候嘛，很小的时候，然后我们去那个饭店，然后因为我跟我表姐，然后我舅舅就在阳台那边，然后我跟表姐就是在比赛赛跑，因为就是在那个理想大地，然后他那个玻璃不都擦得很干净嘛，然后他就、嗯、我跟我表姐在比赛赛跑，然后我们就两个就往前冲，然后结果我们不知道那玻璃是，嗯，就是不知道它有没有开，然后我们就两个往前冲，嗯、然后我们就直接蹦，然后两个都头，就是两个都，好尴尬。哦，两个都撞到这样子，就是把那玻璃擦太干净了，然后我们就都两个都一直往前冲。哦，好，其实我觉得这样好了，我可以给你一点小小的建议。我觉得在讲小时候的故事呢，你可以投入更多的感情，你可以说我在撞到那种感觉，你知道吗？你可以就是投入更多的感情去讲这件事，然后不用紧张。今天是很 chill 很 chill 的聊天啊，今天是很 chill 的聊天、嗯。但是因为呢，就是我觉得你是第一个上来的。哦，然后你可以，你给下面人做 demonstrate 是有一个示范的，但是我觉得没关系，我等一下会让另外一个人上来，但是我觉得可以给你一个小奖励，可以问我一个问题，你可以问我一个问题。现在吗？对，你可以问我。我还没想到哎、欸。你没有想到说你已经过生有了，你可以问我一个问题，然后我等一下就让下一个人上来了。好，你下一首歌哪时候会出啊？我下一首歌什么时候会出来？对啊，对，你问了一个大家都想要知道的一个问题。下一首歌什么时候会出来的？我预计啊，预计应该是八月，嗯，应该会是八月出来，但是详情就是对详大概，可是如果详情什么？确定，我会提早跟大家讲，因为我的歌其实已经非常多了，然后预计应该只是还没有找到先去把规划出来，对，所以下一首歌会是八月，就是一首单曲，就是像我在 IG 上面发的那一首，就会是那一首，然后、嗯、之后呢，我就会告别我的单曲，就是直接都是一直单曲，我可能下一就是之后直接会发 EP 了，我很期待专辑。没有问，不是专辑哦，不是专辑哦，是 EP 哦，专辑、啊、嗯，要更多。我之前有听那个、okay. 那个
就是你们在 OneTech 上面讲那个。哪一个？就是 OneTech 跟影子计划他们在讲的那个。对。你说影子 One？ 啊、哦。对。嗯。我有听到。OK。那个逐一挑战。什么？哦，逐一挑战。就是那个 USB 那个。可以。可以可以。秘密哦，秘密哦。OK 好。好。可以上来分享。可以啊，没问题，合照。好，谢谢。OK， 拜拜。拜拜。拜拜。我按掉。好，可以。好，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好了，就是其实我刚刚差点笑出来，我觉得很好笑，是因为他网络很烂，他网络有点差，所以他讲到一半的时候一直卡住，我觉得还蛮好笑的，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我会给他，就是可以问一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他是第一个，所以他可能有点紧张，所以没关系，下一次继续努力。那我要挑下一个 ，Jamie， 你先等一下，我先让那个他们上来，我等一下再 pick 你。哎，还是我先让英红上来，可以吗？我可以先让英红上来吗？因为他说就是他关了他的那个 Logic， 所以。我可能要先叫英红上来，不然他等一下把他 Logic 开了。没有啦，他网络刚真的卡卡的啊，他就是，你知道我玻璃，然后、就这样了，然后我听到啊，哦，所以应该是撞到玻璃，蛮好笑。我是有腰吗？对不对？我是有腰英红，对不对？你们聊天全部给我 tag 英红。我必须让我全程关注。我现在喝咖啡，他会上来吗？还是他去忙？没关系，我先要下一个好了。Jamie， 我就叫你等一下没？哎呦，你好。Hello。Hi 。可以，我可以关掉，我可以关掉我的镜头吗？你要关掉你的镜头。对啊，我害羞。为什么？你是有一个，就是这是表演环节的一个部分吗？好啊，没有，我原本是想说害羞。好，开始，请开始你的表演。可是我的，我是觉得很蠢而已，没有到很好笑哎。好，就是我幼稚园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想要交朋友嘛，然后人家就是叫我干嘛我就是去干嘛的那一种，我没有主见。然后有一次就是同学在上厕所，然后同学就说你去把他踹出来，就是叫他出来这样，因为他太久了，他就叫我去踹门。然后我就这样，我就踹，然后那个门就掉了，那个门就被我踹坏了。然后我就被老师抓去骂，然后我妈妈就来学校，我就挫赛了。然后我还有一个，就是我那时候也是幼稚园，因为我幼稚园真的是干过太多蠢事了。我幼稚园的时候，就是有一次我去上厕所，对，又是厕所。然后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不是有那种厕所里面不是会有紧急按钮那种吗？然后我就有紧急按钮，对啊，就是假如说你是孕妇，然后结果你今天快生了，然后你就要按那个、啊。OK OK OK， 很酷哦，幼稚园有孕妇的概念，啊、我喜欢这个。然后反正就是我以为那个是冲水的，我就按了，然后他就然后我就吓到，我就赶快跑出去。然后结果我就在走廊上遇到我们老师，因为我们老师听到那个紧急按钮的声音，然后他就吓到，他以为我们怎样，然后他就跑来问我说，他就跑来然后叫我的名字说，你刚刚有没有看到有谁按个按钮？然后我就说，没有，我没有看到，然后我就赶快跑回去教室了。哦，我觉得可以，我觉得为什么很好笑，是因为你的故事都在厕所里面发生的，很有味道，没有。特别有味道，可以，我跟你过，你可以留在上面，然后我要邀一个人来跟你 PK，
好啊，可是我怕，好可怕，好，等一下，哎、欸，我是那个网，我是手机白痴，我要怎么邀第二个人上来？还是我直接就是 send 那个 request， 他就可以，他们就可以上来。下面留言啊，我也不知道，我第一次跟我喜欢的歌手直播，真的吗？真的可以哦，感谢你，好紧张哦，超紧张的，还是我邀 ink， 还是我邀 ink 上来？他现在应该没事，我会邀 ink 上来。我就叫，我直接叫下一个人来过来跟你 PK。OK， 开，请了，来吧，来吧，上来吧。哎，为什么不上来？他很紧张吗？哎，我现在还在抖哎。不用抖啦。好可怕哦！我一直很紧张。哎，我腰嘞，快点，我就上来。上面那个钮可以按申请。OK。OK。哎，哎呦，英雄！嗨！哎呦，准备好要分？我是可以讲一个，我是可以讲一个，但是我不确定我的好不好笑。等一下，我们这样，你要跟那个旁边那个 C cup 来 P， 你要跟粉丝 PK。好。要跟他 PK。然后要来评分哦，分好，那我直接开始吗 ？OK， 你直接开始。那我要先说就是国中的事情这样，然后 OK， 霸凌同学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正确，我先说霸凌同学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我那时候做了非常错误的示范。好，然后故事开始。就是呢，国中不是，就是国中，然后那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就是身材比较壮硕的一个女生。然后有一天中午，那时候营养午餐，就是国中不都有营养午餐吗？嗯。然后营养午餐那时候水果是那个小番茄。嗯。然后，等一下，别笑嘛。大爷。然后。然后就是我们有那一群朋友里面有一个比较白目的，嗯哼，他就把那个番茄，他坐在那个体型比较壮硕的女生后面，然后就把那个番茄用笔戳一个洞，然后挤那个纸挤到头发上，就这样啾啾，然后就挤到头发上，然后隔天，等一下我还没讲完，白痴哦，然后。可以吗？可以，你继续。然后他就没，就是他从头到尾都没发现。然后隔天我们其实完全不知道这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就看到那个女生头发上有那个。隔一天哦。然后我就说，哎，那个谁，你头发上怎么有番茄籽？这样，然后。他就超生气，然后他就直接那时候在吃饭，他直接把他的汤匙这样啊，然后直接把它折弯，变成整个这样子。超屌哎、欸！故事结束。哇哦！欸、虽然霸凌是件非常不好的事情，我也要呼吁一下。但是其实我觉得，以前国中或是国小会做这种事情，其实我不意外，真的。
很好笑。那你要亲哪一个？不要乱霸凌同学。OK， 我们后来，我们后来跟他道歉，我后来有跟他道歉。对。那你们现在，你们现在还是朋友吗？不是啊，没有联络。没有联络。哎，我觉得，我觉得拍成一个，如果这是一个 MV， 比如说小哥，这是一个 MV 画面，我觉得会满分。嗯。好，那换现在换 C Cup 讲分享一个故事。哎、欸，我直接认输。哎、欸，不是吧？有那么厉害吗？没有啦，其实因为这个故事啊，我坦白讲，满分十分的话，我大概给六分，我大概。哦。没有，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这刚很好笑是，是他为什么番茄要用笔戳？我觉得这还蛮好笑的。番茄用笔戳这个东西真的还蛮好笑的，真快笑死！分享啊！我说那个 C Cup 他要分享一个故事，来。还他放弃了，他要玩 field， 可以哦，可以哦。你想到了吗？你想到故事了吗？嗯，哦，我还有，我小时候，哦，又是在厕所哎，可是是在家里，就是、请说。然后、就是我小时候在也是一样幼稚园的时候，我在大便。然后就是我的马桶旁边就有那种洗手台嘛，然后小时候就是通常大便不是都很无聊，就会想要玩什么，可能卫生纸啊，还是看什么洗发精的那种成分什么的啊，反正幼稚园而已，所以看不懂，所以我只好玩那个卫生纸，然后我就是卫生纸然后沾。就用水沾湿，然后我就沾湿，然后我就往天花板丢，然后哇、哦，可以粘住哎、欸，然后我就一直丢丢丢丢丢丢，然后我还是一样被打。啊？还是一样啊？我就是一样还是被揍，然后是那种半蹲的那一种。哦，我觉得故事还好，因为。小时候在厕所可以做的事情，我应该比你有创意很多。等一下，我等一下可以讲，因为我小时候很坏。我觉得 C Cup 努力了，可以吗？我要邀下一个人上来。但加油，好，加油。OK， 哦，加油。可以跟你们合照吗？截图。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当然可以。拜拜。哎、欸，我不会怎么挂 ？OK， 挂还是你直接离开，然后我邀下一个人上来，你再进来看。好了，好了。好。哦、好。OK， 以后你觉得刚那故事怎么样？我觉得可能是大家讲法可能要更有趣一点，我也不知道。讲法要更，毕竟我是一个将小砖头被淘汰的人，我没有什么说话没有什么重量，因为毕竟我是一个将小砖头了被淘汰的人。我们欢迎0524。嗨，Hello。哎、欸，我要讲个故事，就是在蛮小的时候，然后我把它取一个标题叫做，就是我这辈子最衰的一天。然后 ，OK， 我要开始讲了，就是有一天呢，就是我就跟我爸去一个就是很像就是山上的一个钓虾场，然后对啊，然后那个钓虾场就在
我有录，那个教堂就在那个，就是在山上，就是在桃园的，就是一个地方叫做复兴，就在最下面，就是山区。然后就是我们就去那个钓虾场，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小孩就很无聊，然后我爸就给我一支杆子，然后他就好像认识那边的老板吧，他就给我们那支杆子，然后我就在那边等，然后就是很小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就是很无聊嘛，就是不想等这个虾子上钩之类，然后不是在附近跑，然后就是我跑一跑之后，我爸就跟我说：“哎，小心一点，不要掉下去。”然后我下一秒就掉下去了，然后整个掉下去哦，然后我就是在里面，然后我就在挣扎，然后就有一个叔叔就是来就是拉我，然后我就吓到，然后我不敢去碰人家，然后我就感受到我脚旁边有就是很像东西在动，超恶心，然后我就伸手嘛，然后就被拉上去，然后那时候就是钓虾场面不是有放东西的台阶嘛，就是有个就是对，然后放东西的地方，然后我就是手这边就被那边就是这样上去，然后刮到，就是不是擦伤那种，就是很像刮痧之后会留下的，就是不会痛，就是一个痕迹而已，然后后面被拉起来，我就站着，然后后面那个。我就站着嘛，然后大家都围过来看说啊你有没有怎么样，然后我就说没有，然后后面我们就是后面就我不知道怎么了，然后后面我就在那个就是旁边有个沙发，有一条沙发，然后前面有一个就是可以点歌的地方，然后就是按那个按钮嘛，然后我们就拿着那个歌本在那边念，就是一个一个字念，然后后面就是按那个就是 KTV 的那个，然后我就看到旁边两个妹妹，他们也是那个原住民嘛，然后他们就不会被蚊子叮，我就一直被蚊子叮，我手跟脚全部都是。然后等一下，然后我就问他们说，为什么你们都不会被蚊子叮？就是他们有被蚊子叮，然后但是他们不会痒，他们就是没有感觉，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很痒，然后我又一直被叮，然后他们就说他们不知道，他们习惯了之类的。然后后面我就又没有记忆了。然后后面我那时候一回到家，就是一回到家，就是从下车之后，我就开始发烧，就是其实已经在路途上面，我就已经很不舒服了。然后我那时候一到家，然后我妈问我说，为什么我手上有一条伤，然后而且就是全身发烫。然后我爸说，应该就是晒到太阳，然后有点中暑吧。然后后面我就一直高烧不退嘛。然后我妈就说，干，我一定要去那个，就是去小儿科看一下，要不然因为怕感冒之类的。结果那时候我已经就是整个快昏倒吧，不知道那时候是我妈跟我讲，然后后面我就去小儿科，然后那个医生，我记得后面那个医生就说，如果我再不早点去的话，我就休克了。就是，对，好，我讲完了。我觉得等一下我必须讲评一下，我觉得他讲故事的功力非常厉害，就是他是一连串全部讲完，他完全没有顿句，完全没有休息。他就是一直，然后就是，然后对，然后，然后对，然后，我已经讲这个故事讲无数次，我前几天还一直跟，就是下面有人叫 CY 嘛，然后我就一直开直播，一直在跟他们讲这个故事，一直在跟他们讲这个故事，我已经练很久，我还差点要写一个稿，好，然后我一边讲一边抖，你知道我刚刚完全这样，我刚刚完全没有就是问你问题的余地，就是，然后就是对，然后。对不起，我只能在抖哎、欸，好可怕、喔！还有好险没事，对不对？好险没事，好险没事，对，好险。好，换英红分享一个故事给0525024。我要再分享一个故事吗？对，因为你们现在你们两个人要 PK， 然后我要决定。好，那我想一下哦。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好，我想到一个，我想到一个比较短的。好 ，OK， 彩针 ，OK， 好，彩针。哎，就是这也是国中的事情。嗯，然后是同一群人，跟刚才那故事是同一群人，这样。啊、然后。再说一次，霸凌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大家记得不要霸凌同学哦。好，开始就是呢，就是我们就是有一天下课的时候，然后同学就是
很北蓝这样，然后我们就会说，就是用手指他说，哎、欸，你北蓝哦，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是你看到别人这样子指你，你下意识一定是会这样子退，或是这样子把他手拨掉，这样、嗯，然后我们就有发现这个好玩的地方，然后我们从那一次之后，我们每一节下课，我们都去指那个跑那个女生，好，等一下，对啊，冷静一下，我们就去指她这样、哦，然后你知道一个人指其实没什么好怕，就是这样子指你，然后你可能会把我手拨开或是往后退这样，然后我们就说，哎、欸，那个谁谁、嗯，我们等一下就是我们一群人去指他这样，然后看他想躲还是想拨，然后好，我们就下一节下课，我们就大概七八个人这样，然后我们就走到他座位旁边，然后就嗯，就是无条件，就是我们直接这样就是这样一直指，然后很多只手这样一直指一直指，然后他就这样一直推一直推一直推，然后他就这样一直推一直推一直推，然后后来他就被我们指到，就是他我们就这样指他，然后他就站起来，他就离开他座位，然后我们就一直跟着他，然后一直在他背后指指点点，就这样一直指他，一直指他，然后把他指到那个角落，然后后来我们讲说他怎么在角落那么久，然后就有去请另外一个女同学去关心他这样，然后他就说，因为我们刚一直指他，所以他哭了这样。好，故事结束，故事结束。哎、欸，等一下，我要先讲一件事情。英后，你还有故事吗？没了。你没有故事了，因为其实我觉得这真的蛮好笑，我很想把你留下来，但是我不想要，就是你每一次分享都在分享你爸小时候中以前国中。可以不要教坏其他人吗？我快笑死！等一下，我要想一下，我这个要认真想一下，因为其实我觉得两个都蛮好笑的。可是我觉得好笑点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彩珍是叫彩珍吗？彩珍，我觉得彩珍好笑的是，他一直就是他讲的非常认真，他非常投，然后他用了很多赘词，然后让我觉得很好笑，就是然后，其实我觉得好笑的是。叙事的能力，我觉得还蛮好笑的。然后英雄是这个故事太悲哀了，真的蛮好笑的。还是这样好，等一下，那我知道了，你们两个剪刀石头布，然后赢的 Winner Stays 好了，这样可以吗？那我还有故事可以讲哎、欸，我可以讲吗？我先说，我没故事了，没故事了吗？我没故事，我没故事了。哦、oh, ，那英雄可能要退场喽。好，我先下去一波。因为你不能讲小砖头的故事，今天要分享自己的故事。对对对，对吧、啊？因为我故事其实都是比较白目，你知道你知道男生小时候就是比较白目一点，这样。我知道，我也是男生，小时候其实我也干过很多很白痴的事情，真的蛮好笑的。幽默感都是培养的。那彩珍要跟我们谈。哦，就是。有一天，就是我不知道是我多大的时候。等一下，我说你要拍照吗？因为英皇要下去了。哦、因为我听到你们的声音，就是听不太到。要拍照吗？因为我等一下叫下去。OK， 好。好 ，OK， 好。好，拜。那我你下一个英皇，谢啦，拜拜，谢谢。我要走吗？我要走吗？要留下来，彩珍要留下来。你休息。下一个人，我要下一个人上来，然后你们两个来 PK。要谁啊？我的故事好像都很受伤，就是一直在受伤。一直在受伤。你可以讲，我觉得 oh shit， 我觉得可以讲就是好笑一点的，像还记得我上礼拜 ，Hello， 嗨，你好，怎么称呼？叫 Renee。Renee，OK、okay。我可以讲一下，因为我觉得就是海珍的故事，其实我觉得可以讲好笑一点的，因为其实刚刚你讲说就是差点休克什么，我是有笑，我太认真，太认真。这个今天的直播没有那么的
没有的那么 serious， 不会那么真。所以你可以讲好像英红那个指别人那个，我觉得超白痴的，超好笑，快笑死了。但他是输在他已经没有故事可以讲了。但是我相信今天你们应该都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那我现在你们来 PK， 那 Renee 先讲好了。我觉得我可能有点不太好笑，但是我先讲。嗯，就是小时候就因为我住在阿嬷家，然后就是我真的太喜欢吃糖了，就是可能每天都一直吃一直吃就一直，然后后来阿嬷就是把糖果藏起来，她就不让我吃，然后我就跟她说阿嬷我要吃糖糖，然后她就说，因为我们那时候有一只狗叫黑妞，然后她就说糖糖被黑妞吃掉了，然后我就跑去找那只狗，我就这样摸它的头，黑妞黑妞乖，糖糖呸，然后我后来姑姑把那段录下来，然后我就觉得很蠢，蛮可爱的。不对，这故事怎么比较可爱？这故事我就很蠢啊。如果有狗狗的笑话的话，其实我也有一个，我可以跟你们大家讲，一直让你们讲，我来换。我小时候是住在澳洲，因为我在澳洲出生，然后其实我到三四岁之前呢，其实我都一直住在澳洲。然后因为小时候家里呢，就是我不太玩电动，我也不看电视，然后我也没什么玩具，所以其实因为家里有养一只狗狗，然后那个狗叫什么丹丹，我记得好像丹丹，印象不深刻了，因为它已经过世了。就是我那时候出生的时候，它的年纪已经很大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家有后面有一个庭院，然后有一个狗屋，就是有一个狗屋，它要住那边。然后你们小时候会吸奶嘴，对不对？会吸奶嘴嘛？然后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小时候呢，我超级讨厌吸奶嘴，我会各种把奶嘴藏起来，就是比如说。怎么讲？我就是因为我不喜欢那个橡胶感，知道吗？就那个橡胶感我不喜欢。然后像我，就是我把那个奶嘴呢藏在枕头套里面，就是枕头套不是它有个开口，然后可以就是把枕头塞进去那个吗？我把枕头套这样，我就把奶嘴这样塞进去，然后盖起来，然后反过来睡。所以我家里应该有大概500个奶嘴，因为都是被我藏起来，完全找不到。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突然好像看，不知道好像是看了电视还是怎么样吧，我记得，因为很少看电视，然后看那电视是一个狗狗的故事，然后那一次我就看到一个狗狗在吸奶嘴，就是很可爱的那种小动，那种外国小动画，然后看到，哎，心动了，我觉得有点可爱，我想要吸奶嘴，所以我就去那个枕头套那边，我就把那个奶嘴拿出来，放了不知道放了多久了，我是不知道啊，然后我把那个奶嘴拿出来，然后我就是跑去狗屋那边，因为狗在里面，然后那个狗就这样看我，然后我就这样看，然后这样凝视他，因为我觉得我需要在狗屋里面，然后所以我把那只狗这样拎出来，我把它放在外面，然后我跑那个狗屋里面，我就那样蹲着，然后拿奶嘴这样吸。小时候的故事，反正就是那只狗看你，然后反正就是也是一个狗狗的故事，就是大概这样嘛，大概这样子，蛮可爱的。换那个彩珍。帮你来 PK。OK， 就是我们就是出去玩的时候，不是都会坐那种就是四人的或六人那种脚踏车嘛，就是骑，然后在那边附近绕这样。然后我就是有一次，因为我不知道那是多大，然后有一次呢，我就跟我家人一起出去，然后我们就在那边骑嘛，我们坐六人的，然后就是有三排，然后就是一排有两个人、两个人、两个人这样。然后我旁边坐我堂姐。然后我前面最前面是坐我爸，然后我旁边是我叔叔，然后我不知道我忘记中间人是谁了。然后反正就是我们那时候就在那边骑嘛，然后我们旁边有很多人嘛，就是因为就是在出去玩嘛，就是很开心这样。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踩，然后就是我因为我踩不到，然后我那时候就看我堂姐在踩，我想说我一定要踩，就是然后我就这样扶着，然后我这样骑，然后觉得可以嘛，然后觉得很累，我就继续坐着，然后这样坐着。然后我就看到他继续在骑，我就说我就想说我不能输，然后我就要骑，然后我没有扶到，然后我就直接掉下去，我就被碾到，你知道吗？就是没有碾过去，然后我就整个人侧身，这边轮子嘛，然后他就这样过来，然后我肚子就在下面，然后我就掉下去之后，我爸我就看到后面有一个阿姨在大叫，就是啊这样大叫超大声，然后后面然后我就往后看，然后我就看到我爸很用力在骑，你知道吗？他不知道我掉下去，然后我就想。
哦，没事。然后我就坐在，我就在那边，然后我就很安静哦，我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我也没有哭，我就在那边。然后我这样就这样躺着，然后后面我堂姐就发现我掉下去，她就说：“哎，停下来，我们掉，他掉下去了。”然后他们就下来找我，然后就把我抱上抱回去。然后那时候我的裤，我的衣服这边就直接破了个大洞，超屌。然后我那天回家的时候，我爸要帮我擦药，然后他不知道拿什么药，然后就是那个是一个就是结痂之后才用药，就是他会有一个隐形的，就是胶的感觉，然后他直接涂在我伤口上面，而且我伤口那时候还有血，就出来，然后他说涂上去我超痛，我直接大叫，而且那时候是晚上。好，我讲完了 ，OK。对啊，我不知道你。然后你刚快五十个然后吗？然后你一个，然后你一个句子有三个然后，好屌。然后是涂药，然后就怎样，然后。哦天啊，欸，我还好可怕，玩狼人，哎，彩珍很厉害，欸，我觉得，因为这场好厉害，我觉得人类不要丧气，因为我觉得你是输在就是你的故事有点太可爱了，攻击性没有那么强。好，对，所以我这一局呢，我决定让然后姐继续待在上面，彩珍加油加油。加油啊，谢谢谢谢。天哪，好可怕。可以拍照。讲错了，那 René 可以拍照。你这样子。好。好，谢谢。谢谢。我怀疑，我在想你的作文里面啊，是不是也是塞了500个然后，就1000字作文里面有500个是然后。我觉得我会想完，就是我先想一段，我才会写，我不会就是想到就直接写下来。然后，而且你已经变成多简，就是哦，然后，哦天啊 ，Hello， 嗯嗯，你好，嗨，这样哦，虽然看不到我。请问怎么称呼？我的绰号可能有点不太适合大家吧，就不用讲。哦，那你有那名字呢？觉得这样等一下比较好，叫你的名字。有人叫我小钢炮，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小钢。小钢。对。小钢。没有，他们叫我小钢，小钢炮，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叫小钢炮。小钢炮，你好，准备好跟准备好了。你准备好要跟今天的 MVP 对决吗？他真的超好笑的，我准备好了。我那个，可能我讲的需要带一点画面感。好。我出生的时候啊，先讲我妈在怀我的时候，大家都以为我是男生，就是我阿嬷给我妈吃了很多就是生男生的药，然后药方什么的，然后虽然我觉得那不太准，但是大家都以为我是男生，然后我妈在我出生前就已经准备好很多男生的东西，然后我出生的时候，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妈妈生小孩的时候是羊水破了，对吧？然后我妈没有破，然后她说是那个医生直接徒手把她的羊水抓破，然后这就是过程。然后结果我生就是我要出生的时候，我的头是卡在我妈那边的。就是生出来那个洞，因为我妈那个医生说这个小孩头太大了，所以我生出来就很像一颗葡萄，就是一颗葡萄。那葡萄不是紫色吗？因为缺氧，脸头就整个像什么淤血那样，然后就紫色，然后是很紫哦。然后就很像一颗葡萄从一个洞跑出来。然后长大之后，我妈跟我讲了这件事之后，有一天我爸在吃饭，
然后前一餐可能吃了什么紫色的东西，像什么紫色花椰菜，我那时候记得是紫色的花椰菜。嗯哼。然后拉出来的大便就是紫色的，然后我爸不知道为什么是什么，就是大便拉出来是一颗，然后他就然后紫色，然后他就冲出来跟我说：“哎、欸，你看，这好像你生出来的时候，那个紫色的大便好像你的头。”嗯。对。然后我爸，对对对，然后没了。OK， 换彩灯。完蛋了啦！等一下，我好像没有。等一下，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剩下的故事都不好笑嘞、欸。然后，哦，等一下，不行啊，我剩下的故事都太无聊了啊，我真的没了，真的。没了吗？没了吗？等我一下好不好？等我一下。可以哦。等我一下。我先问一下聊天室，就是有人帮我算，就是我选了几个人上来了吗？因为我记得我好像因为彩珍一直在上面嘛，然后加小钢炮，然后in home C cup， 然后还有谁？反正就是我记得好像五个吧，我好像邀五个上来了，差不多五个吗？应该差不多五个，对，五个。然后我等一下还有五个 ，OK， 好，没事。我想到，但是我觉得这不太好笑。嗯，就是，我换哦，等一下，好，就是。就是有一天，就是国小的时候，就是二三年级，我不知道是几年级。然后就是有，就是我那时候在走楼梯，那时候我在三楼，就是然后我一直讲到然后，我就一直觉得，我又一直讲然后。好，我那时候就从三楼走下来，然后就有一个学长，他从后面跑下来，然后一串人跑下来，然后就是他可能在玩什么鬼抓人之类的，他们就是跑下来哦，然后我就很慢在走，然后就是有个学长就跑下来，然后我就站在就是快要到一楼了，然后他就是跑，然后就是下来，然后他就撞到我，然后我就从好像七八级楼梯直接掉下来，然后我就跌，然后我就很不知所措，我想要就是发生什么事，然后他就跟我说。哎、欸，你不要讲出去，后面有人追我，我先去。然后我不知道他讲什么，然后就走掉了。然后我就跟他说好，然后我说好的时候他已经走掉了。然后我就站在那边，然后后面就有人下来追他，然后我就想说算了。然后那时候就上课了，然后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回教室了。OK， 其实你讲有点太快了，我听不太清，我有点不太知道故事的结构。那我再讲一次吗？你讲，你没有，可以放慢一点讲，没有感。你讲，你再讲一次。好，就是我那时候在三楼嘛，我这样走下来，然后我就快走到一楼了，然后就是有一个学长冲下来，就是然后后面还有一群人，就是三四个，然后他就这样冲下来嘛，然后我就在就是差不多七八阶的地方就这样子，然后他就这样冲下来，然后我就这样被他撞到，然后掉下去。然后他就说跟我说，他就很紧张，然后他就说你不要跟老师说。然后他说后面还有人就追我，我先去。然后我就说好。然后我说好的时候他已经走了。然后后面就有好多人下来，他就冲过去。然后那时候就上课，然后我就回教室了。嗯。OK， 好烂。可以。其实我觉得。我觉得彩珍可能要下去哦，没有了，开玩笑。哎、欸，我觉得彩珍会不会今天会一直待在上面啊？因为其实我觉得你的故事其实都还好，就是都不错。但是我觉得你好笑的是，我已经听了你讲三次，我还是觉得还蛮好笑的，蛮精彩的。等一下哦。我来要看一下现在有谁 ？OK， 好 ，OK， 那我想一下哦，我觉得这一场可能也是彩珍获胜，一路过，
这样没有问题啊。那个小钢小钢炮不要难过，不要难过，还在吗？他讲真的太好笑了，太棒了，对啊。小钢炮 ，OK。太难过，真的很好笑。要合照吗？可以合照吗？要合照吗？好，虽然我看不到我自己。好了，好了，好了。OK， 好，谢谢。好了。然后我现在邀就是我其他人上来，然后可能要先小钢炮先离开这样。OK， 好。我邀一下，我邀一下朋友。我刚刚有个朋友说他想上来，他还在吗？等一下。我邀了我一个朋友，他是我朋友，对。等一下哦，嗯，彩珍还有故事可以讲吗？有啊，我在找，就是我之前有在跟别人讲这个，因为很多一大串故事，我现在在找故事，对啊。OK。我邀了我朋友，但是他好像没有要上来的意思，他在耍我吗？他在耍我吗？没关系，那我邀其他人好了，我邀其他人。嗨，喂，嗨，等一下。好，我先讲吗？加油 ，Queenie， 看你们能拜今天的 MVP 哦。他今天是目前，但我觉得他太好笑了，就是他讲话很好笑，就是他是我目前看很有画面感，超难。好，请开。好，那我想一下要讲哪一个。好，我先讲一个国小的，好了，就是小时候女生不是都会看很多就是童话故事或是什么迪士尼公主，反正就是你就会。就是有那种浪漫的故事嘛，然后小时候就是因为灰姑娘不就是主角，然后就是一个很可怜的主角，就是可以就是前面很可怜，然后后面变得漂亮这样，然后我们就会小时候就是因为反正就有外扫区，就是要去扫地，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要去那种游乐区扫落叶这样，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因为扫落叶不觉得就很像是。就是灰姑娘以前会做事情这样，然后我们就因为我们反正我们是一大群女生一起去扫外扫区，因为就是老师觉得我们比较细心，然后我们就一大群女生一起去扫那个外扫区的落叶，就用那种竹扫把扫，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心血来潮，就觉得大家都是灰姑娘，然后我们就觉得可是不会有那么多灰姑娘，因为就是不会，因为我们有七八个人吧，不可能七八人都灰姑娘，然后我们就决定选出两个人当灰姑娘，然后其他人就是当继母啊、姐姐什么之类的角色，然后这故事的主轴就只是两个灰姑娘要负责扫全部外扫区的区域，然后但因为我们就觉得哦灰姑娘是主角欸，然后我们就抢着要当灰姑娘，然后反正我就有一次，反正我跟我朋友有一次当灰姑娘，然后其他人就是继母跟姐姐，然后我们就。他们就走了，然后他们就把扫把丢着，然后就说：“哎、欸，那你们要扫完全部哦。”然后我们就：“哦，是的，继母这样。”然后我们就反正就沉浸在角色里面，然后我们就开始扫扫扫。然后因为灰姑娘不是很可怜，就是不能睡在床上，然后我们就会把落叶扫成长方形，然后假装是我们的床，然后我们不会真的躺，但我们就觉得那是我们的床，然后我们就把扫成正方形啊，然后什么反正就开始扫，然后就扫一扫之后，就老师就会来，老师就会来检查说就是。哎、欸、啊！怎么其他人都不见？怎么只有你们两个在扫地？然后我们两个就会说：“哦，没有，因为我们觉得他们太辛苦了，然后所以我们就是自愿帮大家扫。”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是演灰姑娘。然后反正后来老师也走，然后后来就地就是我们扫。然后结果这一整个学期就大家都，然后就都我们俩在扫地。然后讲完了，就这样、欸、没了。这个不错哎、欸，这太投入了吧？不会吗？太投入了。说不定大家也有相类似的经历，可以呢。换今天的 MVP 彩珍，请开始你的表。OK， 好，就是我一二年级的时候很喜欢玩单杠，就是
就是一下课就冲下去玩，因为我那时候一二年级教室在二楼，然后我就冲下去玩。而且我第一次，我那时候开学没多久，我只知道单杠在哪里，还有溜滑梯。然后我下去之后，我就不知道怎么上，我就不知道怎么回教室。然后有一次，我就站在那个就正中间，就是那个学校正中间，我就站在那里，就是打钟了，我不知道去哪里，然后我就站在那里，我站超久。后面那个老师就从那个二楼那边这样下来，他说：“哎、欸，你怎么在那里？上来啊！”然后我就怎么上去？我问他怎么上去，他说下面有楼梯。然后我就走上去，然后就回到教室。然后后面就是有一天呢，就是我也是一样冲下去。那时候我已经知道怎么回教室了。然后我那天就是去玩，那时候下雨天哦，我还是冲下去玩。然后反正就是坐在那里，然后我就看到有三个人，就是一个学长，两个学姐，穿着那个黄色背心走过来，他们是纠察队，他们就叫我不要玩。然后那时候我才一二年级嘛，然后我就不理他们，然后呢，我就继续挂在那边，然后还要坐在那个单杠上面这样看着他们。就是坐着，然后这样看他们，他们就很生气。他说：“你不下来。”然后我就说：“我就好，我就下，因为我会怕他们。”然后我就这样下来之后，我就这样抓着，然后两只脚就这样子，就是这样交叉嘛。然后脚下来的时候，就是我就没有看到他们在多近，然后我就直接往旁边这样一挥，然后我就直接挥到那个学长脸，然后那学长脸就直接黑掉，然后我就直接好，就是我就挥到他。脸，然后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就想说干死定了。我那时候不会说脏话，反正我那时候就说死定了。然后我就站着，然后他就看我们那个名牌，我那时候好像是写随便101124，就是一年十班24号。然后就说你完蛋了，我去找你们班老师。然后我就赶快回教室。然后后面也没有人来找我。然后就是。我一直以为他是找别班的24号，然后我就很开心。然后有一次看到他们的时候，然后我就躲起来，就是我怕他们就找到我。然后后面我毕业之后，我再看到那个学长，他还是脸黑黑这样，我不知道他本来脸就是黑的，还是被我踢到这样黑，超可怕，超可怕的，天啊 ！OK， 好，结束。哇，刚哎、欸，完蛋了，退学。Hold up， 让我想一下。其实纠察队，因为我以前也是纠察队，认真。然后你讲到名牌，我想到我一年都是11103，我以前是一年11。好，后续怎么讲？没有啊，我就一直在躲他，我连毕业我看到他，我就一直认着他的样子，但我不忘记旁边学姐长怎样。我看到那个黑黑学长的脸，我就跑走、欸。我跟你讲，我到现在我国二，我有时候还会在那个学校外面看到他，然后我就赶快跑掉，超可怕，我超怕他来找我，我还梦到他、欸，就是我梦到他，他来追杀我，他还拿着一把刀，超可怕。是完美爱情邂逅吗？我现在好，超可怕。开玩笑，怎么办呢？我想一下哦。其实两个都蛮强的，其实两个真的都蛮强的。但是认真想一下，聊天室帮我解决一下。其实我觉得不是很好，没有啦。我是说，其实我觉得很好笑，因为我觉得这蛮有创意的。灰姑娘这还蛮，大家可能都演过吧？啊，大家小时候，我觉得大家小时候都有幻想过自己是什么公主之类的、啊，应该有吧？我会幻想我是公主啊，对，所以不是你啊，其他人啦。我是不会幻想我是公主啊，我是不会幻想我是，但是幻想角色这还真的有，我想一下，不知道我以前有，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很喜欢看《闪电十一》的，所以其实我有幻想过，就是我以前是豪言士这样，我把我头发抓好认真，我把我头发抓超，然后就是。你懂我意思吗？然后我在空中，我想说，我在空中旋转11圈，然后魔出火，然后那爹龙卷风这样子，看吧。但是我觉得这还蛮好笑的，都很强哎、欸。还是我再邀一个，还是我再邀一个上来，然后你们三个人来 PK。算了，这样会越来越夸张。然后我可以，我
我就打破规则，我决定我再邀一个上来，然后你们三个人来 PK。好啊。有准备故事吗？完蛋，有谁已经邀过，有谁没有邀过？我有点忘记了。烈焰龙卷风，都滚！等一下，嗨，你好，等一下，我先弄个滤镜。Hello， 哎喂，我刚刚都进不去哎。哦，没有，因为那个时候留在都是留着，然后我就是随便点这样，随便点。我以为算了，我以为给彩珍就可以了。没有，彩珍故事很多哎、欸，然后突然我以为我应该进不来，所以就没有突然就忘记了，没有啊。可以。我要很认真。等一下，我先找一个没有化妆，我先找一个厉害的滤镜。哎、欸，为什么滤镜都没有跑？哎呦呦，但是把这个，它可以点掉吗？想要就是你跟彩珍还有 Queenie， 你们三个来 PK， 因为我觉得彩珍跟 Queenie 两个人讲故事都蛮厉害的，都蛮强，所以我决定就是你们三个里面，就是你们到时候等一下 PK 完了，我会选一个继续留着，就是三强一的概念。因为其实都很强，他的很多哎、欸，我的完全就是简短然后很烂的那一种，但是我觉得很好笑。比如说，那我也是国高中的时候，然后就是那时候你知道，就是很爱买一些 CD 啊、杂志啊、装酷之类的。然后我刚念高中还国中的时候，我们就要订那个体育制服。然后我就想说我们要很嘻哈，我就跟我朋友说我们要很嘻哈，但我其实很瘦，然后我其实穿 S 号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裤子呢就硬要订 XL， 就很 gay 啊，就是觉得裤管很宽，然后穿起来会很 hip hop 这样子。然后我就跟我朋友两个人都买，我们都超瘦、哦、都其实都穿 S 号，然后就是买、uh-huh. 故意买 XL。然后后来买 XL 的时候，因为小时候就是骑脚踏车，你也知道很破，然后到最后那个裤管因为太宽，就卡在那个连那个脚踏车的那个轮子上面，然后就很挫啊！而且那时候还有火箭筒，然后那个裤子整个就是裤管被卷进去里面，然后就很白痴，就对。然后后来裤子都就是那个都很烂这样子，然后下雨天就更可怜，我们整个半个裤管都是湿的。嗯。就觉得还蛮白痴的，好像我觉得没有彩珍他们的好笑、欸。然后另外一个是，对啊，因为他们的就是我们是觉得自己很白痴这样子。可以，那我先让 Queenie 再讲一个，他感觉不服输哎、欸，他看起来很不服输的感觉。没有啊，我没有，我在认真听。他感觉好像污蔑我。哦，那我的故事，下个要讲什么先？我先吗？好，你好，就是应该是小五或小六，然后就是因为你上次不是有讲过一个，就是你开发一个，就是创了一个游戏的，就是那个故事，然后我就那时候就想到，就是小时候我们班也创了一个游戏嘛，就是反正因为小时候就是我们班有一个，那时候应该五六年级，然后会同一班嘛，然后就有一个男生就是。瘦瘦的，然后高高的，白白的，然后就是很会打，因为那时候国小很流行躲避球，然后他就是很会打躲避球那种，然后所以就是那怎么讲，就算是班上就是大家最喜欢的男生，女生最喜欢的男生，很帅的那种，对对对，就是大家都喜欢他那种，就是小时候只是小时候恋爱就是那种大家喜欢谁我就要喜欢谁，然后所以就大家都很喜欢他，然后因为他只有一个人，然后我们女生有那么多个人，然后我们就想说，那就是知道谁才可以跟他在一起这样，然后。我们那时候想出的方法，就是因为小时候不是都有那种养成游戏，然后我们就每个人就会准备一张纸，然后就是用圆珠笔就画自己的人形，然后什么等级经验之类的，然后就是画完之后，我们就会每个就是女生想参赛的女生，然后我们就会就是开始练等，就是我们就是要有一些经验值，就是比如说你跟他一起打一场躲避球可以加多少经验值这种，就是然后就是比如说跟他有什么互动就可以加多少经验值这种。然后我们就会比如说哦跟他一起扫地啊或是跟他一起什么，然后就加500加100，然后我们就开始练等，然后练等然后就到某个进就是可能比如说加到可能10000，我们就可以升级，然后我们比如说等级2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就要跟你干嘛干嘛，然后我们可能就会，可是那时候因为小学生就是很白痴，可能我们的一起干嘛干嘛就是一起上学或一起放学，然后反正我们就开始竞争这件事情，然后老师就会觉得很奇怪，想说怎么
就是常常跟在他旁边的女生都不太一样，因为大家都会拼命练的嘛，所以然后他就觉得这男生是不是一个就是不太好的男生，就是因为然后他就把那个人叫去骂，然后但他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我们在玩这个游戏，就是他只是觉得怎么就是常常有不同女生出现在他旁边，然后他就被骂，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就是他很可怜被骂，然后我们就不管他，我们就觉得就是要继续练等练高，然后去安慰他这样，所以我们就又继续比如说常常跟他一起干嘛干嘛干嘛，是不是就没有做什么不太好，是因为国小，但我们就会继续就是很白痴，比如说哦水果送给他，因为我们现在不是都有水果，然后你水果不是留给他什么，你就也可以加几分这样，然后我们就开始一直练等，然后就是一直想要争取在旁边他的那个位置，然后他就一直被骂，然后好像就这样吧，然后结论好像是就是没有一个人，就是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真的跟他就是告白啊或什么的、啊、然后他根本也都不知道这些事情，就是他是被蒙在鼓里，就是那是女生之间的小心机这样，然后所以从头到尾他就根本没有交到什么女朋友，然后但还一直被老师骂，就是被老师骂说你怎么一直跟就是女生就是干嘛干嘛这样。好，结束。你们没有人干男生的感受耶、欸哎，没有，我们那时候想说他被骂，我们就安慰他，所以就要练，就很爽，练更高，然后去安慰他。哎、欸，其实很聪明，其实这招还蛮厉害的，风之谷，风之谷，啊、小一版，小六，小五，小六版。小，那男生现在还好吗？我想安慰他。但其实我们讲到国中之后，我们都觉得那男生收，我觉得就是变成是那种就是女生之间爱竞争的那种性。对，以前大家喜欢，然后就你也很想喜欢这样子。对对，就是因为大家都喜欢他，所以你就觉得那我也要是加一。对 ，OK OK OK， 那换轮到 MVP 的彩珍，他感觉已经蓄势啊，准备要开始。我故事很多啊，我被刷下啊，因为我这个很无聊，我觉得。就是我幼稚园的时候，我今年14岁，然后我幼稚园的时候，就是我那时候就是搭那个，我是读应该是私立的幼稚园，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我是搭 B 车，就是回家的时候是要搭校车，然后我搭 B 车，然后有一次就有一个男生排在我后面，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就是站着嘛，然后就一排，然后就是前面有几个拿着那个睡袋，然后就是会有那个。老师一个一个来关心我们，然后就是有一次他就是关心到我们后面的时候，就是那个旁边那个男生，因为他每次都陪我旁边超酷，然后他就问我说哎、欸、你要不要当我女朋友，然后我就傻眼，我就那时候不知道女朋友什么意思，就是然后他就坐在你前面，蛤，他是坐在你前面然后转过来问你哦、喔、不就是那时候我们是站着在等儿子，然后他就问我说你要不当我女朋友，然后我就傻眼，然后我那时候回家给我妈说哎、欸、那个有人要我当女朋友啊，我要那个哦，我那时候是先问说女朋友什么意思啊，我要答应吗，然后后面我妈我忘记我帮我妈说什么，那时候然后隔天他又问我一样的问题，我说好啊，然后我就那在一起吧，然后我们就一起坐，然后会先走，所以我都坐里面，他坐外面，然后我们就很开心到过每一天，然后他是满天星班的，然后哎、欸，我现在是有延迟，等我现在对，然后又跟他在一起了，我不知道，然后后面他就不理我，渣男，哎、欸，超扯，他直接不理我，超扯，然后后面的情人，你知道后面他跟谁在一起吗？他幼稚园经历就很丰富，他像跟很多人在一起，然后他，你知道他现在跟我在一起的是做就是。在我旁边那个女生，她胖胖的，然后我就想，哎、欸，我哪里输她？然后我就很不爽，我就要排在后面啊，我就故意要排后面，我就把她挡住，就是把那个女生挡住，我就故意要排后面，我说，啊、你先排，然后她就前面，然后我就挡住她，我就一直看她，然后而且她也没有说，她也没有跟我说什么，哦，我要分手，她就直接不理我，超扯。她也没有我要跟那个女生在一起，然后比你胖啊什么之类的，她没有，就直接就不理你这样。对，他直接不理我，然后我后面就听到他们两个聊天，然后聊他很暧昧这样，超扯，我直接生气耶，又不爽，超不爽，然后我也是就看到他被骂，我就超爽 ，OK， 好 ，OK， 我觉得我要输了啦，不会啊，我觉得很好啊， okay. 这种泡女生就是要挡住他啊，一脚要踢我的那。好，我要选出就是这一轮就是三个大乱斗，我觉得胜利的是 Queenie。
因为我觉得那个男生不是真的太好笑了、啊。还可以练等，对，我觉得练等这个蛮有梗的哎、欸。这真的，可是大家都有吧？没有吗？我以为大家都有。我是没有啦，我小时候我是属于我去打躲避球，我不会去玩。你说你是那个被大家被我们搞的男生吗？小时候，但是小时候我会去偷那个很帅的男生，然后他们就是头发都会很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下课都会走台弄头发的概念，就男生不知道为什么国中男生就是头发都会很湿，就不知道他们在干嘛。然后那时候好像也不是会擦发蜡，就是用洗手台水要把头发弄很湿，可是觉得好帅。这场我觉得是 Queenie 赢的啦 ，Queenie 赢的。然后我要特别赞扬一下彩珍，她是目前。他很强哎、欸，故事超多，他会讲故事。他目前，然后我不管今天赢的人是谁，但是我觉得还真是今天的 MVP， 所以我决定可以问一个问题，我可以给你问一个问题。天哪，我其实我只是想要讲故事哎、欸，我好像没有想要问题、欸、我可以就是把这个问问题换掉，换成一个我想抱怨的事情吗？好笑吗？这个抱怨？我觉得因人而异啊，就是如果你有同样的遭遇的话，哦、对，就是有好，我开始讲吧，可以吧？抱怨那个男的，不是那个男的，那个男的现在跟我不同国中，他国小就是很鸡掰，好，就是有我三四年级的时候，就是二升三年级啊，不是三升四年级，我们就换了一个新的，就是自然老师。然后就是然后我们进班，就是那时候进班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是每个人都坐着嘛。然后就是有人那个老师就说要提议说谁要当就是小老师，然后有一个人就提名我，而且我那时候成绩超烂，就是烂到爆炸。然后就是有没有人就是想要管我的意思吧？然后就有人选我，然后我想说啊，我就站起来，然后也没有人要选，然后要说到是我的时候，就是根本没有人说他想要当，也没有人就是拒绝我的意思哦。然后那时候那个老师要说哦，我要当自然小老师的时候，就有个女生站起来说，哎，他不行啊，会讲脏话。有一次，哎，不是有一次我就是我真的是我这不是故意讲出来的，就是我那时候就是有一个人就是撞到我，然后我就说靠杯，然后被他听到，然后老师就说老师就是。他就疑惑的脸，就说就是很想说为什么你要突然讲这件事情，然后后面就是这样讲嘛，然后老师就忘记讲什么，然后后面他就说哦，那我不能当，然后我那时候就很气哦，我超气，气要爆炸，然后我那时候说因为要弄他，当，因为去靠北是，哦没事啊，然后呢？就是我那时候想，我一定要弄他，我一定要弄死他，然后就也没有弄得很糟糕。然后你知道最后是谁当自然小老师吗？就是那个女生，那个我超气，我真的气要爆炸。那个女生欸，她长不是也不是说长很丑，就是欸她这样欸，而且她已经当两个小老师，她还要再当第三个，她是很贪心欸。你知道，因为当自然小老师有奖励，有什么糖果，就是或是有时候老师分你一片披萨之类，然后他就想要、欸、然后就这样把我的机会弄掉，然后那时候我就很气，我想说我一定要弄他，然后我就尝试了各种办法，我就跟那个我有一次就是我知道他喜欢的男生是谁，就是我们班的，而且那个男生喜欢我，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就跟他说，哎、欸，那个人喜欢你，然后后面那个后面那我喜欢的那男生，他就从此再也不理那女生，我超爽。然后还有一次是他是成绩蛮好的，然后。我就把他作业本，那天他好像我记得有三个作业本，我就然后有一本是联络簿，然后我就把他一个作业本就直接丢在旁边，就是好像就是他交作业的时候没有交好掉到地板那个感觉，然后我就然后后面他们全部在找作业，然后我就哦不知道啊，然后后面在老师的那个桌子底下找到，然后我那时候想要超爽，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干这种事情欸，超扯。好，我讲完了。你帮他把那个作业本丢进去。讲这个故事的话，你就赢欸。真的假的？我刚刚在想这两个故事，我要讲哪一个？我就觉得做一部太无聊了，然后就哦，没关系，没事，我会退出。OK， 没问题。那我觉得你办第二季，我也可以进来。
第二季可以，我可能之后换一下，稍微换一下主题，因为我觉得太，我觉得太多人被就是怎么讲，就是好像就是想办法让就是好笑这件事情框住了。我觉得像 Queenie 讲那个仙杜瑞拉，哎、欸，不是仙杜瑞拉，讲错了，白雪公主，还是什么灰姑娘？灰姑娘哇！我觉得像他讲那个分享小时候就是这种好，我觉得好笑的，这种就真的蛮好笑的。但我觉得彩珍非常棒，然后怎么称呼？Ashley， 我觉得他也很棒，都不错。OK， good。那我就是把彩珍跟 Ashley 就是先退掉，然后我再邀下一个上来。拜拜拜。OK， 那我要换下一个。我刚刚有看到一个一直说他有故事要讲的，然后我来邀一下。他一直说他有故事，我来那个邀请他上来一下。你好，你好，请问怎么称呼？我妈妈在后面。你好，你好，请问。我你可以叫我丁导，因为我们班上都叫我这样。丁什么？丁导。丁导，丁导，丁。对。OK， 好，你要挑战你，所以你现在要挑战击败那个彩珍的大魔王 Queenie 吗？可以。准备好就直接开始你的表演。我幼稚园小时候就是就是很喜欢吃巧克力、嗯，然后就是有一个金币巧克力，然后我回家的时候就以为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有那个硬币，不知道硬币是不能吃的，然后结果我一回家我就看到地上很多硬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直接把它吃吞下去，然后我妈就说我妈跟我爸当时在睡觉，所以他们就不知道我在吞硬币，然后结果我第一次先吞一块钱，然后结果就吞下去，哎，好像还蛮好吃的，然后第二次我又吞了10块钱，然后第三次我又吞了50块，然后结果我妈就突然看到我吞了50块，我妈就说你在吞什么，然后我就直接傻眼，然后我就说妈我在吞巧克力，然后妈妈就说那不是巧克力应该是钱，然后他们就很紧张，他就很紧张叫我爸赶快起床带我去医院把那个硬币弄出来，结果我妈妈我记得我不知道那时候医生怎么把我硬币弄出来的，我妈妈说是说医生是把我的脚举起来，然后在那边这样摇来摇去，摇来摇去，说摇来摇去把硬币弄出来的。这样，这是存钱，这是存钱。等一下，这个、医师执照怎么拿到的？我要先反驳。医师，好，还不错。那你少了60块，你少了6颗茶叶蛋。我是那时候就很智障，很好笑。他们，你几岁啊？我现在升高二。高二 ，OK OK， 好，没问题。Queenie， 换你了。好，那我想，那我再讲个国小的好了，这已经不是角色扮演了。然后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觉得侯赛应该没看过，但我不知道其他有没有看过，就是。大概就是国小，我们国小那时候大概有一部那个就是台语的八点档，叫夜市，应该是夜市人生吧。当然看过啊，怎么？你看过哦？好，反正、是夜市人生。好，反正就是里面有个经典桥段，就是橘子相关的。然后因为国小营养午餐不是都有一堆水果，然后就是反正我们很爱有番茄跟橘子。然后那时候就是夜市人生有一个经典片段，就是有一个男生，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但反正就是拿着橘子，然后捏爆他，然后就掐掐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知道，对，就是那个片段，然后就是因为那时候在我们就是大家里面就是超红，然后我们就觉得大家就是想模仿他，就是然后我们就因为很多就橘子跟番茄，然后所以大家就开始就是那个午餐水果全部都拿来恰恰，然后因为恰恰完之后那就不能吃的，然后我们就想说大家就想说哦不能干嘛，然后结果
然后所以大家就会把就是橘子，然后因为我们学校旁边是一堆民宅，然后大家就会把橘子，大家这是不好示范，然后大家就把橘子往那边丢，然后久而久之之后，民宅就觉得怎么有那么多橘子之类吧，然后但因为我是那种就是我比较不敢，就是我没有那么大胆，所以我不敢往别人家丢，但是我们还是很想，因为你捏完之后就没办法处理，所以我们就掐起来完之后我们就会丢到就是走廊的楼梯间之类，然后就乱丢，然后就是把番茄跟橘子丢在楼就是楼梯间的墙壁，然后但因为其实就有别人就是那个邻居家就有被就是他们就有来学校就是抗议说什么你们学生一直丢橘子跟番茄过来，然后老师就开始抓，就想说就是到底是谁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因为其实我们就有不同人会去不同地方丢，就有些人去丢名字啊，我们丢楼梯间，然后因为我们不知道有被检举，然后我们就继续还是掐起来，然后有一次好像是芭乐吧，然后我们就一样也想要掐起来，就大家就会开始比说就是谁掐的比较就比较掐一点，然后我们就一样就是那边掐起来芭乐，然后掐一掐之后，我们就我们这群人又去丢楼梯间，然后结果就被老师抓，因为老师刚好就看到我们在就丢出去的那一瞬间，然后我们就被抓走，然后我们就被叫去骂，说什么你为什么要把它往别人就是民宅丢？然后我们就说没有，不是我们，但他们因为我们就是觉得罪证确凿，所以我们就被骂。然后结果民宅之后，后面还是继续有橘子跟番茄，可是大家都一直以为是我们，但其实不是我们，就这样没了。纠察队呢？怎么没有抓？哦，因为我们自己是纠察队啊！啊，带头做话，好天 ！Oh my god！ 可以哦，可以哦。这样，我想一下，不能乱丢垃圾啊，不好的示范。好，这是不好示范，大家不要学。不好的示范，也不要浪费食物。可以，我觉得这一轮呢，我自己是觉得 Queenie 还是赢的。你是不是继承了彩珍的意志？我觉得还不错，但我觉得他比较会说故事。对，彩珍真的，彩珍是真的蛮厉害的，他真的蛮厉害的。是不是要再邀请他上来一次？没有，开玩笑。我还会模仿。可以 ，OK， 好，那我们谢谢。你刚什么？叮当，叮当 ，OK， 我们谢谢叮当分享。61元消失的故事，好，那就拿出来就可以，还可以用啊，拿出来的话还可以用，可以用吧？应该，OK， 谢谢，好，谢谢 ，OK， 你是大魔王哦，你下一个就是总决赛喽，总决赛了，下一个是总决赛，刚好。你刚好把那个最厉害的那个，你说彩珍吗？你击败他了，我要选，我就要看一下下一个他邀谁了。可以邀一个，等一下哦 ，invite to join。有没有男生啊？我来选一个，我也不知道。他的头贴是一个好像是动漫黑白的，不知道他 O 不 OK？ 可以的、哦。Hello， 哎呦，可以哦。嘿、hey ，可以，请问怎么称呼？哦、oh, ，叫我威林就好。威林，哎，对对对，可以。那你今天要分享什么故事？哎、hey, ，高中的。高中的什麼？高中的可以吗？哎，可以、啊，就是那没问题。我高中是农工，所以有田，然后还有池塘。嗯，然后就是我们不知道从哪一届学长姐传下来有一个传统，就是有一个人生日的时候，就是要把一个人丢到池塘或田里面。然后我们就按照这个传统，就是教官会阻止，可是我们看到教官就全部跑。然后就是有人快生日的时候，就是他们就会自己带换洗衣物。然后有些人就不会带，有些人不知道，然后就有些人生日，然后我们就直接把他丢到池塘里面，然后我们班有一个人就比较胖胖的，然后就看到我们这样子，可是他生日也快到了，然后他就感觉很羡慕，你知道吗？他想被丢，就是明明被丢很就是很惨，然后会痛，然后因为池塘浅，然后就蛮危险的，但我们还是照丢，丢田里什么都丢过，然后然
然后就到了我那个同学生日，然后就自己带换洗衣物哦，然后我们完全都不知道那个人生日，就是我们真的不知道他生日，然后他就带换洗衣物，然后到了下午快放学的时候，我同学就跟我说，哎、欸，他干嘛带换洗衣物？我说，哎、欸，看一下 FB 啊，他是不是生日？哎、欸欸、他生日哎、欸，然后后面就已经到放学，都他就很期待要被丢到池塘里面，然后最靠背是放学走回家的时候，我们再冲过去，我几个同学就冲过去问他说，哎、欸，你干嘛带换洗衣物啊？然后他就说，哦没有啊，就今天天气比较热，所以我就多带一套，然后我就在后面一直笑，然后他的生日就这样过了，没有人帮他庆祝。哦，这是一个难过，难过，这是一个，对啊，这是一个过故事，对啊。哎、欸，你是可以问一下你几岁吗？我21啊，21，所以你高中那个。这是一个传统嘛，就是对啊，所以你们平常上课的时候都是怎么上啊？上课就在教室上课啊，哦、也有实习课啦、啊嗯，就是农工啊，就是职业学校啊，哦，教室、其实还蛮酷的。如果生日被丢下池塘的话，你想要体验看看吗？我现在录音室里面做音乐就好，我先。先不用被丢下池塘、欸。如果说生日都有这个传统的话，那应该蛮恐怖的。因为我的学校是山上，我学校是山上，对啊，所以如果是生日被这样，哎、欸，好像不太对，就好像不太对。但是这个还蛮好笑的，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笑的。OK， 好，那我们换来分享一下他的故事。好。那我讲一个，因为刚才都讲国小嘛，然后我讲一个大学的好了，就是因为我们大学都会就是各科系都会办营队，然后因为我是管院，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就是管院各科系一起办一个营队，就管院营这样。然后我们就是大学营队，就是高中生来参加，然后我们会让他们可能去住学校或住外面的旅馆，然后反正我们就是那一次是让他们住外面的旅馆，这是我大一的时候。然后因为我是干部，应该说我是。对，我是活动，就是我是其中一个大医生，就是算是工人这样。然后我们就是要负责扫那个，就是维持那一栋的整洁。就是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们要把那个就是那一栋旅馆恢复原状。然后我分配到扫厕所。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有，就是我跟一个女生，还有一个男生干部，然后我们三个就要去扫一间厕所。然后就发现就是那种坐式马桶里面就是有大便，哎、欸，希望没有人在吃饭。好，反正就是有大便。然后我们想说，干谁就是上厕所不冲马桶，我们就觉得。就是很烂啊，然后我们就想说好帮他冲一下马桶这样，然后结果因为他其实那时候已经有点一点点就是一半满，然后我们想说那就冲下去，他可能只是不冲马桶，然后反正就是那个干部就是比较勇敢，他就去冲那个马桶，结果一冲那个马桶直接全部冒出来，然后就是马桶里面的所有大便就全部满出来，然后就直接留在就是每间厕所，就那一间厕所，然后有好几间隔间，然后就直接满出来，然后我们就直接冲出去，然后我们就大叫，然后那个就是整间厕所里面全部都是大便，然后我们就觉得就是发怎么那么衰这样，然后我们就反正我们就都不敢去就是收，就是不敢去清这样，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是那个干部按下去的、啊，所以我们就叫他一个人去清。然后好，这件事情就这样结束之后，我们都觉得很恶心。然后就因为那个画面就是历历在目这样。好，然后后来就是我大二的时候，就是我是干部，就是因为大二会变干部，然后我一样我是活动长。然后但因为那时候就是因为就是高中生来，就我们都会给他们吃一些就是便当这样。然后那一次就是吃咖喱，然后因为咖喱就是那种酱不是会有很多嘛，然后大家酱不会用完，然后就会剩一堆厨余，然后就是一堆咖喱，因为通常不会剩饭，通常都剩一堆咖喱酱。然后我们就是因为干部就是要负责去倒厨余，然后我们就是推着就是那很多很多桶就是咖喱要去倒，然后我们就去反正就去某一栋楼要倒厨余，然后因为那个就是那个倒厨余地方旁边有厕所，然后因为那厨余桶就满了，因为咖喱根本就太多，然后我们想说好，那我们就一样，就是我们想说那我们就厨余桶倒不了，然后因为它是我们想说咖喱是液状的，然后我们想说那就把它倒进马桶里这样。然后我们就去倒进马桶里，然后要冲掉，然后结果就是这一次我们一冲，然后那咖喱又全部就冒出来，然后我们就想说，太衰了吧？然后重点是因为满出来就都是一堆咖啡色的东西，然后我们想说这到底是咖喱还是大便，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想说就每次我们就在马桶旁边倒啊，然后就冲水，所以每个人都在马桶旁边，所以每个人都被就是那个咖啡色的东西就是。笼罩，然后我想说这到底是咖喱还是大便，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是狂清自己，就这样。好，反正那个故事结尾就是大家就是一直洗澡这样。
好，结束。然后对，然后我就一个月内再也不吃咖喱。你知道那个味道就直接从荧幕这样飘到我，飘到我。我希望没有人在吃晚餐。我鼻塞。你又不吃咖喱了？啊，为什么？今天到底为什么那么多故事都是跟厕所有关？可以不要？可能大家跟厕所可能很有。就是你知道，你知道，你讲到这个啊，我想到就是我上一次不是分享就是我国小故事嘛，然后我就有一个国小朋友，因为我有一些国小朋友还有联络，然后我就跟其中一个国小朋友，就是他来回我说，你要不要讲就是我们以前扫厕所那个故事？然后我想到那个才想起来，我可以跟你们分享。反正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有外扫区嘛，跟扫教室内嘛，就是国小的时候，就其实厕所都是那个都是学生自己扫的，啊，学生自己扫的话，当然就是。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就是，如果有些人有洁癖啊，或是偷懒，你懂不懂？因为其实外扫区老师不会去看，他不像教室里。所以就是有一次，就是我国小的时候，我有另外三个很好的朋友，就是我们三个就是不管做什么，我们都要一起做那种，就三个男生这样，我们四个男生这样子。然后那一次呢，他们三个男生是外扫区，然后我也是外扫区，但是我是。他们是扫厕所，但是我是扫厕所外面那条走廊，就其实我们还是离得很近，因为我们是故意的。然后为什么我不是跟他们一起扫厕所呢？是因为我不想扫，单纯就是我不想扫而已。然后那一次呢，我是外扫区，然后反正他们就有一次扫完厕所的时候，我们老师就把我们班导就把我叫出去，然后就来骂我们。他说何正浩，然后还有另外三个，他说你们厕所怎么扫的？那没，我们那个时候真的很挫爆，因为我们老师是真的很凶的那一种，就是真的凶，真的凶。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想说，完蛋了，该怎么办？结果那个老师不知道什么，那一次好像没有很严重骂我们，然后就是讲一讲，念一念就没事了。然后我们都觉得怪怪的。然后结果隔一天呢，再扫的时候，我们去找那个扫厕所那些东西嘛，他们去找，我陪他们，就发现哎找不到，就是那个刷子啊夹子全部都不见了。然后我们就去问老师，然后哦那个啊不需要啊你。你们从明天开始之后，你们都要用手去清。然后那个时候，那個、我听到的时候，我就，哦，完全就是没办法，你知道吗？就是我那个时候想说，那我是跑外面走廊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看那三个朋友这样远方这样看着他们，我就说加油，认真点。然后认真，然后他们是真的用手去扫，他们就是手上挤那个清洁液，然后这样。去扫，然后有一个男生，就是有一个男生特别好笑，他就是扫到一半的时候觉得很爽，他觉得哎、欸，其实莫名的疗愈感，就他觉得说，哎、欸，他说，哎、欸，他扫出一个成就，对，他刷出一个成就，因为其实扫的真的很干净，就是用手意外的干净，然后他就说，他就有一次就是挤完之后，他就是拿那个清洁给我，他说何正浩，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扫？我就说先不用，我谢谢邀请。我首先，然后我们那个月冠军，卫生的月冠军，都扫太干净了，认真，我就扫的真的超干净。然后反正就是很白色一个故事啊。OK， 好，言归正传。然后还是你们想要再听我讲一个故事，也是跟那我们四个男生一起。好、啊，你再讲啊。反正就是好，你们小学有一个东西叫语文交流道吗？你们有这个东西吗？就是。要到别班去讲故事，你们有这个东西吗？没有。好、哦，那可没有。就是我们每个月呢，就是每个月的某一天，我们要准备一个故事，要背起来，或是自己想的一个故事，然后做海报到隔壁去讲故事，然后他是要去训练你的肢体语言啊什么那些的。然后语文教导是其实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有，然后我们以前就很期待的东西，因为每次要讲故事觉得很好笑，然后因为从三四。开始了变成演戏，就是从一般的讲故事变成演戏。我们老师自己规定，因为他觉得说每个人自己讲这个故事一点参与感都没，我们需要很多人配合。然后所以六年级最后一次语文交流道，我们老师想了一个主意，他要让全班都讲同一个故事。然后那个故事呢，那个故事超白痴的，因为一般的就是一般的很 stereotypes 的那种，就是王子救公主的故事嘛。打一个剧本是。公主救王子的故事，反过来，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看到想说，哈，那谁要来演公主，你知道吗？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班的女生都是很害羞的那种，就不敢演戏的，所以她，然后就那个时候她老师直接点名我们四个，
他说他何正浩，然后另外三个你们四个演公主，认真的超好笑。然后演公主就算了，我们要用道具，我们还要用道具，所以我们四个男生都讨论，我想说怎么样才能够就是演把公主演得很生动，因为其实公主就是主角，就等于说我要演，我们要演。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想到一个办法，我们四个去跟班上其他女生借洋装，然后我是穿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深蓝色的一个连身裙，然后我拿那个拖把，就是我们用一个不要用的拖把，干净的，就是我们去买一个拖把，把拖把那个抓下来，那个拖把当头发，认真，拖把当头发，然后那个有一个，其中有一个人他把那个拖把就是去染色，他去染成什么绿色什么那些，可能他阳光绿色，我有点忘记了。然后染完色之后，我们少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女生的胸部嘛。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有打乐乐棒，你们知道吗？乐乐棒球，嗯，拿乐乐棒球那个当做是那个对，就好像然后我还去借了一个高跟鞋。然后我们那一次演戏，我进班级的时候，其实演戏什么彩排什么那些，我都觉得说哦没事啊，就是还好。到别班演的时候，就是突然一个不敢进去，完全不敢进去。然后我进去的时候，我是背对所有人的，认真，我是唯一一个背对所有人的，因为我觉得太蠢了，太蠢。然后到那个时候，老师说都要先自我介绍嘛，然后那个自我介绍每个都讲很顺。然后到我的时候，我转过来，那个班级全部人傻眼，他全部傻眼，因为怎么是一个男生演女生，而且还用的那么像，特征还那么像，因为我从以前就是其实背面看了，其实哎，好像真的，就先不评论那个头发啦。你懂我意思吗？就先不评论那个头发，但是真的很像女生。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在演的时候，我还跌倒一次，因为我穿高跟鞋。而且，所以我非常 respect 穿高跟鞋的女生，因为我觉得其实真的很难走路。然后我那个时候认真跌的，我在这样摔，我从台上，因为我们有那个平台，我从台上这样摔下来，但真的超痛的，认真。然后演完的时候呢，因为老师都会给一些讲评嘛，说哦这个组优点跟缺点。然后那个老师就是讲完，他就是我们演完之后，老师上来说。我觉得这一组的优点，他们的主角非常生动，就是演得非常好，就是什么那些。然后因为同时间我们是分配，我们四组是分配在四五六七班，然后我是五班，我是在五，我可以听到说我们每个人各自进去那个要去那个讲故事的班级的时候呢，每个人一进去都是哇，可以想那边班级发生了什么事。就是很超好笑的，就以前那个语文交流道的故事，反正就很好笑。然后我那个时候呢，老师有拍照，就是进去每个班拍照，我看到老师在笑我，真的是很想，真的很好笑。然后也是其中小时候一个故事，但是我叫老师把那个照片删掉，我们四个去跟老师讨论，拜托啊，把那个照片删掉。那还有删吗？啊，他没有删。他有删吗？他没有删。你知道我前阵算黑历史啊？我。哎，这是一个邂逅，就是我之前去台中，我之前去台中表演的时候，然后前几个小时，我有去吃台中霸丸，然后去吃台中霸丸的时候呢，我遇到我国小老师，认真就真的这么巧遇到国小老师，因为他我国小毕业之后他就去云林了，然后就在台中突然遇到，然后遇到的时候。老师，你还记得我吗？我跟他讲话，记得我吗？然后我们又聊一下，我说哎，你把那个照片删掉了没？然后他笑了一下，他说有啊，删了啦。真的、哦？就他没有，他先笑一下，哼，删了，对啊，删了。然后我就觉得他随时会 expose 那种感觉。那你有跟他要照片吗？当然没有啊，因为他是跟他老婆一起啊，然后我那个后面要去彩排。我就先离开了，但是遇到也是蛮好笑的，就才聊到那个故事，就觉得以前国小的时候真的可以做一些很好笑的事情。So good, OK, 好，分享结束，我们来颁发今天的冠军。我觉得呢，威林的故事蛮让我觉得很就是那叫什么 mind blown, 因为怎么会把人摔到池塘？我觉得这真的蛮酷的。然后 Queen 的故事也很好笑的。Queen 的故事也蛮好笑的，那个咖喱跟那个，其实我决定呢，这样子好了，我觉得双冠军，我觉得可以双冠军，然后
双冠军呢，那你们两个可以各自问我一个问题，可以各自可以各可以各自问我一个问题，谁要先开始？还是 Queenie？ 我没有问题耶，我只想讲故事而已。哎、欸，每个我发现每个欲望都没有很就是那個、那可以，那我是不是下一办下一季的时候，我的奖品选？要更诱人一点，你该卡了，刚卡了一下，刚卡了一下，我的奖品是听得到吗？听得到，我听得到，听到了。那有人有，那你们两个其中一个有谁有问题吗？嗯，那可以看那个照片吗？啊？扮公主那个照片？哦，照片没有没。好，我想一下。嗯，嗯。啊，好，那你就是近期有没有就是要跟谁合作吗？哦，就是音乐相关的。合作的、哦。嗯，合作的你可以猜一下，这样算有回答。所以就是近期会跟别人合作，有啦，合作有啦，合作有，蛮多蛮、嗯、多歌，就是蛮多歌的，我可以透露几个，但是我不会完全讲，就是我跟 Happy 有合作。嗯，这知道，你之前播过。对，我跟 Happy 做，然后，我跟夏木有合作。嗯，因为其实我跟夏木就是我们算认识一段时间的，然后其实因为那段时间就是我那个时候很忙，然后他就是我没有那么忙的时候呢，其实他就刚好去比大嘻哈，然后他说他要 like。嗯 ，off 就是 social media 这样子，然后所以我们都一段时间，然后结果最近就开始，他就跟我说，哎、欸，我最近状态不错，要不要来做？然后说哦可以，然后所以跟项目会有合作，对，然后所以合作的话，最近大部分是这样，就是但是问题就是说什么时候发嘛？你应该是想要知道什么？嗯，对，但是都想知道发的话会想一下，因为。我上次有说，就是我下一首会发一个单曲，然后单曲结束之后呢，我会一段时间，就是我要做我的 EP， 但可能发 EP 之前呢，或中间会发几首合作，应该顺序应该。那如果 Alan 不同意的话，那再，但是我会让他同意的，我会让他，要他有时间呢、啊，他需要有时间，他必须要有时间。对 ，OK， 差不多这样子。哦，我有，我想到，嗯，我可以拿到第二季的入场券吗？什么第二季？哦，你说这个节目故事比赛？对啊，对啊，可以啊，因为我只有讲到一个，很不爽，我想讲很多个。哦，可以哦，这当然可以啊，要威力保证的。我记得你的头贴，因为你的头贴就是漫画那个，因为我很喜欢看动漫，所以我对你的头贴可。你说东京万会吗？可以。哎、欸，你可以推荐我动漫吗？我最近一直在看动漫，东京复仇者啊，东京复仇者，因为我最近看是达尔文游戏、嗯，然后还有那个、啊、雅人，周末女武神，什么？周末女武神？哎、欸，你等下密我好了，把他打给我。哦，半列一个清单是不是，列一个是你推的，然后是一个 list 这样出来。然后我就去来看看我们的歌，不是看我那个，看我等一下就晚上就看一下。好，可以可以可以。OK， 好，谢谢你们今天，谢谢你们今天来参加。我决定，我想要下一次邀小派出来。我有点想，那你要办什么主题？我还在想，但是因为小派的笑话很多嘛，就是所以我可以跟他稍微讨论一下，然后看一下下一季什么时候播，这个节目就叫做算了，下次再想。烂透了，我没有想那个
那个主题是什么，但是我只是想要就是想说让大家笑一笑这样，因为疫情时间大家都待在家，然后就很无聊这样。对啊，我也是想要听一下你们小时候的故事，我可能会把稿跟那个故事写进我的歌吧。你说咖喱吗？咖喱，对，我会把它写进去。OK， 谢谢你们，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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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